放独家出品，《不朽凡人》，作者俄式老五，播讲小编 C 烟水笑。第831章交换。莫无忌沉默不语。事实上，在去过诸神塔之后，他便很清楚，即便他修炼到仙帝圆满，同样还是别人眼中的蝼蚁。而现在他更加的确认了这一点，心中还是颇有些无奈。好一会儿后，莫无忌才说，今日听闻府主一番话，获益匪浅。之前府主说有求取顶级烈姐符的手段，还要请教莫道主可见过符飞炎的法宝。见过，是一个符箓形状的法宝。说心里话，符箓莫无忌见得太多了，但和符箓一样的法宝莫无忌倒真是头一回见到。符修寒叹息一声说，唉，符飞炎的符箓法宝其实就是照我符族圣道符形状打造，当年我符族得罪了强者，被人灭族，最后族内强者带着符族仅存的一些族人激发了符族的护族至宝圣道符。圣道符遁入虚空，最后跨越了众多位面和界域来到了此处。而我符族那名强者在激发圣道符后便失去了生机。好在这里有座绵延巨山，因为我符族的圣道符无法挪走，我符族只能将这绵延巨山命名为千符山，之后便定居于此。莫无忌闻言颇有些疑惑，这应该是符族机密之事，为何符主会告诉我这些？符修寒自嘲地笑了笑，这的确是符族最高机密的事情，但再把着这机密又有何用？很快都要灭族了。我符族偏居千符山，人丁日渐稀薄，就是先帝之上的修士，除了我与符飞炎师徒之外，也只有另一名即将到寿元尽头之人。我观莫道主乃值得信任之人，加上求烈姐符，也许圣道符，这才相告啊。符修寒的确感觉到莫无忌不是个小人，更重要的是符修寒也很清楚，符族继续留守千符山根本没有未来。就算他不告诉莫无忌，符族也只能等着灭亡而已。现在莫无忌给了他符族在天外天宇宙的生存契机，他符修寒如果还抓不住，那他符族可就活该灭亡了。符主请说。莫无忌点点头，他隐约也知道符修寒的意思。符修寒点了点头，认真地说，圣道符中不但蕴含我符族最顶级的符道，更隐匿着我符族无数顶级符箓在其中。符飞炎留在这儿，也就是想为了炼化圣道符。可惜的是，圣道符的炼化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无数年来，我符族没有任何人能炼化这枚圣道符。我今日将圣道符的事情告诉莫道主，也是因为我符族已不能继续守着这圣道符了。符主，你莫非是想要我进入圣道符之中寻找烈姐符？唉，我知道我说的话莫道友很可能会以为是我故作空口人情，可是这事实上也的确是空口人情啊。千符山根本就不成世界，规则几乎没有，我们符族若不想灭亡必须离开这里。我符族离开，圣道符又带不走，与其留给别人，不如留给莫道主。若是莫道主能带走圣道符，这圣道符便属于莫道主了。我也很清楚这圣道符很难带走，但圣道符里确实有烈姐符，进入圣道符寻找烈姐符
是九死一生。我辅祖曾进去过无数强者，他们确实寻得了许多顶级俘虏，不过真正能活下来的十不存一，而福飞岩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到底要不要进入圣道府，莫道主还请自己考虑。莫无忌心中感慨，福修寒的确是做空口人情了，福祖马上要离开这里，这圣道府又根本带不走，就算他不见到福修寒，只要见到圣道符，一样可以试试能否炼化。不过无论如何，福修寒能把话说在前面，至少还是光明磊落的。莫无忌与人交往，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尽量去想对方的优点。无论如何，作为一族之主，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已经不简单了。一想到这儿，莫无忌便说，不管出于何原因，府主能说出这话来，也是值得我钦佩。将来我仙界人族和天外天宇宙的通道若是打开了，我仙界欢迎府族前往定居。无论我是否可以炼化圣道符，这两瓶丹药都作为我送给府主的礼物了。说着，莫无忌拿出了两瓶丹药递给了福修寒。福修寒有些疑惑，他府族虽然穷，但不至于连两瓶仙丹都买不起，就算是九品仙丹，对他福族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尽管如此，福修寒仍然礼貌地接过了莫无忌递来的玉瓶。当他的神念渗透到玉瓶中之后，他顿时面现惊容，这居然是两瓶地真丹。地真丹是能让仙尊圆满感悟仙地境界的丹药，仅次于地道丹的存在，每一枚那都是价值连城，对任何种族来说，这都是最顶级的战略丹药。他福族没有新的资源，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新的先帝出现。莫无忌这是为他福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论其价值，莫无忌给的这两瓶地真丹加起来不过12枚，和圣道符比起来，甚至连圣道符的一个角都比不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两瓶地真丹才是福族最为需要的。至于福修寒承诺给莫无忌的圣道符，不过是水中月，雾中花罢了。无数年来，连福族人都无法炼化的圣道符，一个外族人若能轻易的炼化，那简直就是笑话。福修寒小心地收起了地真丹，对莫无忌躬身一礼说，莫道主，若你还是想去圣道府寻找烈界符，我这就带你去。莫无忌不但承诺符族可以在天外天宇宙定居，还承诺了符族可以去仙界定居。不但如此，莫无忌还赠送了两瓶地真丹。他福修寒呢，不过是承诺了一个炼化不走的圣道符，这前后相差实在是无法相比呀。无论如何，我也要去看看，还请府主带路。莫无忌毫不犹豫地说。那福飞岩能活下来，他莫无忌难道就活不下来了？能不能炼化圣道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寻到烈界符。福修寒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只是走到了府主殿的后墙边缘，张口喷出了一道鲜血。原本毫无异状的大殿忽然出现了一条通道，福修寒指着通道说，莫道主，这通道就是通往我府族的圣道符。说着，福修寒已经进入通道之中。莫无忌收起了大荒和甩锅，跟着福修寒进入了通道内。只用了十多个呼吸，他便站在了一片虚空的边缘。之前莫无忌的神念无法扫过来，没想到这府主殿的背后竟是这样一片浩瀚虚空。眼前的虚空空间之中漂浮着一张朦胧的符箓，符箓呈现出淡淡的银色，四周被一种雾霭环绕，看不到其边缘。一种浩瀚宏大的气息扑面而至，让莫无忌知晓这绝非简单符箓。
莫道主，这是我辅祖的圣道符，圣道符漂浮于此不知多少年了，可惜的是我辅祖无任何人能炼化呀。拂修寒叹息，从圣道符中活着出来的人，他拂修寒也是一个，可他同样无法炼化。而在圣道符和符族的生存上，他选择了后者。多谢符主带我来此，不知这圣道符如何才能进去？莫无忌看见圣道符后立即就想进去瞧瞧，这等浩瀚无边的符箓简直等同于一个星路。这圣道符需我符族嫡系精血才能开启，且千年之内才能开启一次。莫道主如果决定好了，我现在就从莫道主进去。需要符族嫡系的精血才能开启。莫无忌这才反应过来，符修寒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付出。若是符修寒不带他来，即便是符族走了，没有符族人开启这符箓，他别说炼化了，就连进都没办法进去。以这张符箓的浩瀚和宏大，莫无忌肯定以他现在的实力绝对无法强行进入。莫无忌不是个喜欢让人吃亏的人，他想到了之前符飞炎想要他的天机泥，便知这东西对符族应该有致命的诱惑力。一想到这儿，莫无忌将剩余的一半天机泥全给抓了出来。无论我能否炼化圣道符，这圣道符毕竟曾是符族的第一至宝，我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交换，这块天机泥就送给你们符族了。符修寒有些愣神，莫无忌这一块天机泥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他不过是临走之前将一个无法炼化的圣道符指给了莫无忌罢了。他也知道为何莫无忌会拿出天机泥来，那是因为之前莫无忌不知道这圣道符尚需符族嫡系的精血方能开启。人果然是相互的，这莫道主更是光明磊落之人，这让符修寒更是坚定绝不能丢掉莫无忌这样一个朋友。他有一种预感，即便莫无忌无法炼化圣道符，也能从圣道符中安全地出来。交这样一个朋友对符族来说那可是千金难求。莫道主，这天机泥我不能收啊，毕竟莫道主炼化圣道符的几率百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我再收这天机泥，这实在……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 C 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不朽凡人下一集。